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，我是吴新宇。今天的破空与自孤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和一个定式有关的这个变化啊。今天要说的这个定式呢是这个啊，黑棋挂角，白棋加啊，黑棋跳，白棋跳，黑棋尖冲啊，这样是一个正常的这个定式。那么接下来白棋小尖啊，黑棋呢有利啊，当然也有挡的变化啊，这个挡呢就是说这边有点配合，这个是可以的。那么以后呢这白棋肯定搬爬啊，这样呢应该想必大家呢也就是说见过呢这个定式啊，见过这个定式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很多棋友都认为，哎，好像这个定式啊，白棋能够搬到这一下，这个是非常舒服的事情啊，非常舒服的事情。角上的目数啊非常大啊，黑棋外面虽然走后了，但是总觉得不太舍不得这个角上的这点实地啊。但是其实呢，这个不用担心。其实呢这个不用担心，因为呢这个棋啊就是说在这个角里面，黑棋呢还是大有文章可以做的啊，大有文章可以做的。这个棋呢角上白棋呢并不是啊这个完整的这个实地啊，黑棋呢还有这个破白棋角的方法啊。那么知道这个方法了以后呢，你就不会觉得哎呀这个地方好像很大事。那么黑棋破白棋空啊的这个招法在哪里呢？我们呢来看一下，来看一下常见的点，在目前情况下呢并不好啊，并不好。如果他挡是吧，那么呢黑棋在小尖再搬啊，搬完呢一虎，这不就出棋了吗？而且这个劫呢白棋自身也很重啊，打起来的话呢一旦被黑棋提掉，提掉以后再一拍，这个整块白棋啊反而变成这个孤棋了。这个呢当然是白棋呢这个可以白棋呢不好的变化啊，黑棋可以满意。不过呢黑棋想走成这样呢只是一厢情愿啊，只是一厢情愿。这个棋呢实际上呢这个点三三是不对的。点三三的时候啊，这个白棋啊也有这个好的应对的这个方法啊，应对的方法。那么白棋呢就是说呢它可以跳在这里啊，由于这个棋啊正好是个单关，这样呢黑棋没有任何的后续手段啊，后续手段。那么冲这个在里面怎么折腾也做不出两个眼来啊，这个是全部都算你的先手走完了，没有用啊，没有用，这个就是说是不行啊，不行。那么黑棋在这个地方正确的啊这个破空的方法呢是点，点这个，这个呢是一个正确的这个下法啊，下法。白棋张上，白棋基本只有张上。那么，黑棋呢，这个这时候啊，如果说往外爬，当然也是可以啊。不过这个
并没有起到呢完全破坏白控的这个目的。白棋可能呢他就拐一个算了，白棋就拐一个算了。这样呢黑棋呢所得有限啊，白棋这个木树跑你这走了以后呢，他呢就跟着藏啊，这样黑棋当然虽然破了一点点，但是呢所得有限，不能说呢这个是满意啊，还不能说满意，黑棋呢还要呢可以呢走呢更积极的下法。那么更积极的下法呢，那就是往里爬，往里爬。这时候白棋啊如果退让，那当然黑棋呢是便宜的，还可以继续搬，是吧？你如果立，那么呢我都已经便宜到了啊，然后就飞，这样呢可以跑出去，跑出去。如果你连搬，那么我就吃一下呢这个粘变成先手啊，再跳出去，这个白棋当然是不肯的啊。白棋啊啊跳这个也没用，黑棋就简单的打吃，完了啊做活就可以了啊，这样挡住呢就活了，这个可以破掉它了。那么白棋啊虎这个退让呢肯定是不太肯。那么当然白棋最凶的就会拐下来啊，也是可以说是大家呢或许是最担心的一个变化啊，最担心的一个变化。那么接下来啊这个黑棋脚上呢是有做活的这个手段的啊手段，但是黑棋一定呢要注意这个行棋的次序，这里很关键啊。我们来看看黑棋应该是怎么样来做活。首先不能藏啊，藏的话呢那被他一虎啊，你呢挡住的话呢他就一搬，这样呢是死棋啊，是死棋。也不能跳，跳的也是一样啊，跳呢他就算老老实实虎住，这个地方呢还是呢局部是死的，你去搬张还是搬虎，不管走哪个呢他就简单的一搬啊，这个黑棋呢局部是死棋啊，黑棋局部是死棋。那么黑棋想做活的话啊，正确的招法呢是这时候点，这是第一步，白棋呢要粘上。白棋如果不粘啊，说是退让，那么呢黑棋这时候啊还可以先爬啊，如果急着吃呢他可能挡住还难说，那么我还可以先爬一下，是吧？这个一打吃活了，那你立呢，那我再吃掉，这样当然是白棋不肯啊，这个破了脚上的木还吃掉两颗子，这个白棋肯定没法接受。那么白棋势必就要粘，那么这时候呢黑棋依然呢要注意啊，要注意，这时候还是不能退啊，还是不能退啊。如果这样你去退的话呢，这个活起来味道呢就是说是非常的这个坏啊，这个白棋啊这地方呢它可以点进来啊，点进来，这个让黑棋是非常的头疼啊，头疼。你在里面硬呢当然是可以啊，那么它搬手筋呢是跳啊，暂时呢是可以活啊，不过这个棋呢
也白棋啊，这个其实借用呢还是非常多啊。白棋还有可能呢，就是先搬这个点啊，正常呢是先搬点，但是呢这个要根据周边的这个情况啊。本身搬点是正确的杀法啊，但是目前来说呢，由于这里黑棋这个挤啊有点先手味道啊，对，注意一下啊这个地方。白棋小尖的时候呢，啊，这个黑棋可以抢先呢扑掉啊，这样呢白棋是退一个啊，就是说目前来看暂时呢是活的啊，暂时可以，你可以说也是说是活的，但是呢，白棋呢有很多这个借用，活的呢不是特别的干净啊。那么这个正确的干净的下法呢不是这样啊，是呢，跳这个是好棋，跳这个是好棋，活在这里，这样呢比较呢非常的干净。你如果搬，那就挡住啊。你从这里冲呢，那由于这里还可以先手打一下啊，这个活的还是比较大的啊，然后再搬粘，再搬粘，这样呢，这个活的呢非常的清楚啊，活的非常的清楚。那么白棋如果立的话呢，黑棋这时候呢再挤一个，这是绝对先手啊，然后呢再立一个啊，再立一个，这样呢脚上还活了有八目棋啊，可以说是非常的舒服啊，活出一个天目来了。当然这一下呢稍微有点损啊，因为白棋呢会产生这个直接这样打的手段，不过相比这个把这个角干干净净的全部掏掉啊，这个黑棋应该来说呢可以说是成功的啊，比较成功的下法。但是反过来作为白棋来看呢，其实呢也没有办法啊，也没有办法，因为这个地方本身呢黑棋呢就是说呢是有棋的啊，有棋的，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啊，没有办法的。唯一在这个过程中特别需要注意大家啊，注意一个次序，这个棋呢一定要先跳，先跳这个，千万不要去先挤啊，有人说我先把这个先手走了再走啊，这不就看得更清楚吗？但是先挤就会出现问题啊，先挤的话呢，这时候呢白棋可以点你，这个事情就比较麻烦了啊，你不能断，你断它一断，这个人家棋比你长，那如果你粘上呢它再粘上啊，被点一下这个形状就已经完全坏了啊，这个死活就变得复杂了，而且就算能活也是非常的这个难办啊，这个不行。虎这个也不行，虎这个呢白棋还可以单搬啊，你这个还是不能断，断了是打吃一搬啊，这样呢又变成死了。所以说呢一定呢容易犯错的就是这个地方，不要是先跳就可以呢成功的把这个黑角全部白棋这个角呢全部掏掉，黑棋可以说呢是非常的成功啊，可见这个角并不一定呢是白棋的啊。刚才呢我们也提到啊，这个黑棋这个点是呢就是说呢是破对方控的好手啊。那么说到这个点完了以后，我们刚才一直就在强调说白棋只能粘上啊，为什么有时候这个棋友就问白棋他为什么只能粘上呢，他不能走在别的地方吗？走在别的地方呢其实呢更不行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点这个的时候白棋啊不粘的话，如果说我手脚我挡住啊，或者说我挡在外面呢怎么样呢，
其实不管你挡在哪，接下来呢黑棋都有连贯的守进啊，挡这个和挡这个是一样的。那么黑棋守进在哪呢？在断。这一段的话呢，白棋完全就没有硬手，没有硬手，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被黑棋吃掉，是吧？但是呢，你也不能打，你也不能打，因为你打的正好，哎，他一吃，这正好一个虎口给冲回来了。这个呢，白棋会更加的这个吃亏，白棋会更加吃亏，这个是不行的啊。挡这边呢，效果呢也是一样，但你不打这个也没棋下，是吧？你走别的，这个被这么一藏，这个肯定不行啊。你当然你更不可能这么去忍耐了，是吧？这里已经欠着了，这里还有味道，所以说呢，啊，我们说这个点的时候啊，这个白棋呢。基本上呢也只有粘上啊，两个挡肯定是不行啊，也有说是靠这个，靠这个呢其实呢应该呢就也是呢来不及，这个黑棋的手段还是一样啊。总之而言，你不粘上的话就被人家一断，这个就要完蛋啊。所以说呢，点这个的时候只有粘上，然后黑棋爬啊。这个呢是破白棋这个角上的啊，非常实用也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啊，一个方法。这个希望呢大家呢能记住啊，也知道有了这个方法以后呢，以后走成这样的定式呢也就不用啊去心疼了，好像心疼这个角上的目数呢有多大似的啊，有多大似的，这个就不用再心疼了。其实或许由这个形状大家呢还能联想到一下，是吧？就有时候哎，这个棋它不是小飞啊的位置吗？不是在实战中也有过吗？是吧？比如说就是跳的时候小飞，你走的时候尖顶啊，啊，那黑棋不也有这样的招法吗？是吧？哎，这样的话那黑棋是不是也得不肯呢？这个里面哎，这个脚好像被人家围住有点大，是不是？那个那白棋小飞不是比这个单关又好多了吗？是不是？但其实这即使走成这样啊，这个黑棋呢也不用担心啊，这个脚上呢其实呢还是呢这个是有味道的啊，有味道的。那么有什么味道呢？这个棋呢，黑棋选择这样外势也是可以的，这个里面还是有文章可以做的。那么这样的形状呢，就是说是黑棋呢以后呢可以先不着急啊，先不着急在里面出棋，就是黑棋以后啊找机会抢到这个 B 的大场，是吧？因为这个棋是小飞啊，白棋呢当然也没有心情啊去补，是吧？如果说你要想觉得没棋的话，那么老老实实补一手可以，是可以，但是明显呢有点太缓，是吧？有点太缓。那么这样呢，黑棋走了这个以后呢，白棋没有心情补的话呢，也可能就只能坐等了，也就是说啊，黑棋呢来出棋。这个里面呢，黑棋呢是有这个出棋的手段啊，出棋手段。那么这个手段在哪呢？其实就是很简单，直接呢，哎，点三三。现在可以点三三啊，刚才这样啊，我们说点不见得好。那现在啊，为什么可以点呢？我们来看，因为现在他这个跳呢，就和刚才不一样啊，不是太好了。因为你现在跳的话啊，黑棋就可以冲，这个地方你不是虎口了，不是虎口了，白棋势必要顶住啊。那么
黑棋再拐一下，这个是先手。那么这个子和这个相比啊，这个变化就完全不一样了。那么呢，黑棋接下来就直接呢可以断了。白棋的一切手段呢，就是说可以说是来不及了啊，来不及了。你现在或许呢，勉强收气啊，能够收赢我。你收气的时候不能先打啊，注意不能先打。先打的话呢，这个由于粘上这个脚上的气啊，你就不见得杀得过我了啊。你走这个呢，我就再挡住。这个由于这里要搬你啊，这个地方白棋啊，这个气啊，就不见得杀得过黑棋啊，不行。那么就只能呢单虎。单虎的话呢，黑棋就啊，简明的压住啊，这样或许可以算你把我吃了，但是这个整体被黑棋封住呢，也是明显的这个亏损，白棋也是明显的亏损，所以说这个呢，肯定是不行的啊，肯定是这个是不行的。那么这个棋呢？白棋啊，这个地方面对黑棋的点，这个跳呢是不行的。那么呢，也不能虎啊，这个虎也不好。虎的话呢，黑棋可以飞，也可以飞。飞的时候呢，白棋已经挡不住了。白棋啊，这个已经挡不住了啊，挡住的话呢，那么这个被黑棋一冲断，这个白棋要完蛋啊，因为冲断你只有打吃，是吧？然后粘上，那这个里面再被一挡啊，这个事情呢，打白棋不行啊，白棋不行。那么如果你不能打，只能压的话呢？这个黑棋已经呢可以说是便宜很多啊，你压的话呢，黑棋就爬爬就可以满足了啊，你搬是不是，那么呢我就顶住，为了防止加过去你还得先搬一下啊，这样子，这样你虽然防止住了这个加过，但是呢由于我以后有这个断的先手，这个地方头呢等于这个已经给封住了，脚上目数不大，外面呢还被封住，这个呢也是就是说白棋呢不能啊吃亏的啊，明显吃亏的变化。所以在点的时候呢，白棋实际上呢也只有选择这个挡的变化啊，挡的变化。那么接下来黑棋就小尖。然后再单虎啊，注意单虎就行，不要去搬这一下啊，搬这一下不好，搬这一下的话呢被对方这一点死了啊，注意啊，你再粘呢他虎住啊，这样呢是死了，你期待着他去虎这样，这样就不对了啊，他可以点，你这样连回去呢就没意思了，这样后手连回去和刚才完全不一样啊，外面也没有借用，这样他还是后手，所以单虎这个是手筋，这样呢只活了。白棋立的时候呢，黑的再团这个，哎，这时候团，白棋没办法啊，不能杀，这一杀的话，这个自己都要死。白棋呢也只有粘上，哎，黑棋再一胡，就活了。似乎活得很小啊，但是呢也不要小看啊，这个一个活了把白棋整个脚呢给掏了啊，掏了，而且同时大家看看是不是，由于这个已经拦住了，这个地方啊对白棋整体呢还是有一定的威胁，威胁你这个算前面能吃到一下啊，就算你这样，这样呢白棋可能还需要花时间呢来补这一手啊，补这一手。
这样不管如何呢，黑棋至少来说在目数上啊还是明显呢这个有收获的啊，明显呢有收获。他这个要步步因为被黑棋藏出来这块啊，整体这个眼位啊还有问题，有问题。所以说黑棋这个毕竟啊把脚呢给活出来了，这个还是呢有收获的啊，有收获的。白棋呢面对这个点脚啊，这个没有什么反抗的余地，这个和这个我们刚才跳这个和走这个都不行，那么等于呢也只有这样，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啊必然的变化啊，就是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说这个棋是直接虎在二二是守金啊，不要去贪图这一下，这一下的话要是被人家一点就完了啊。走这个然后再走这个啊，这个白棋也只有粘点，刚才说了不行，你先挤呢也没用啊，先挤你断再打，但是呢它断之前啊可以先虎一下啊，这个结果呢还是一样啊，还是一样是吧，你也不能搬了，那个等于呢你这个地方就挤了一下啊，挤了一下，这个结果还是一样的。黑棋不管怎么说啊，面对白棋这样一个看似啊比较结实的这个脚呢，还是呢有这个破空的这个手段啊，应该呢只是这其中呢这个次序呢大家呢记住一下啊就行了。那么通过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学习啊，我们也呢就是说知道啊，不管他是单关还是小飞啊，这个脚呢看上去是很大，但是实际上呢里面呢也有这个破空的这个招法啊，招法单关是有对付他的这个招法，小飞啊就先暂时不着急啊，抢着这个以后就会产生呢这个点的下法啊，就不管如何里面呢总是啊有手段啊，这个脚看上去是大，但是呢实际上当黑棋施展手段出来以后啊，这个脚啊有可能啊一目棋都没了啊，有可能一目棋都没了。所以呢有了知道了这些手段破空的招法以后，我想啊就是说大家对于这个定式啊，不管它是哪个位置，当对方尖顶的时候啊，哎你呢就可以心安理得放心大胆的啊选择这样厚实的定式啊。这样呢表面上啊白棋得了很多目，但是实际上这个里面呢有很多的招法啊，就是说如果以前你觉得这个啊我只是得了外事，人家这个里面太大了啊很亏，那么我想今天看完这个讲座以后呢，您呢一定会啊心安理得的去选择呢这样的下法啊。所以往往呢有时候为什么我们见的最多的是白棋它并不尖顶是吧，它呢是直接爬出来的啊，这个会这样选择定式啊，就是为什么不尖顶这一下啊，其实尖顶呢并没有完全的守住脚上的实地啊。看完这个变化呢，希望你对以后对这个定式啊有了更深刻的这个理解啊。其实很多定式啊走完它是有它的道理啊，只是呢或许你对它这个以后的啊这些后续的手段了解的不够啊，才会产生对这个定式判断的一个这个偏差啊，一个偏差。好的，今天的讲座呢，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大家再见。